须彻底觉悟，根深契机，一切境相皆是空花水月，迷着计较徒增烦恼。这是真的觉悟，真的明白了根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，根是讲五根，眼耳鼻舌身，气界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，小我们贴身穿的一件汗衫，这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啊，大整个太空宇宙都是我们的生活环境，叫气世界。这里头所有一切的境界相，要知道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空中之花，水中之月，经文里面讲啊，梦幻泡影，如露如电，这个露跟电呢，是比喻它存在的时间很短，像闪电一样，不是真的。诸位如果这个经一直听下来的时候，我相信啊，应当有相当深刻的印象。我们的事实真相是什么？刹那九百夜因果报的相续相，确确实实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我们往下还会讲到，往下会讲到三心不可得，你能执着的心不可得，一切境界原生之法，空花水月了不可得，你能执着所执着都是一场空啊，都是不可得，所以你是迷了啊，你不知道事实真相啊，迷了你才执着，你才计较啊，有什么好处呢？一点好处都没有，只是增加烦恼而已。除了增加烦恼之外，你想想看，你有什么好处？果然明白了，一切都不计较了，你的心安了，心定了，心清净了。这是觉悟的人，知道能知的心，所知的法，举不可得。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就放下去了，我再也不贪妄想了，再也不计较了，再也不执着了，这叫放下了。这一放下了，你这一生呢就幸福了，就自在了。你只有受用啊，你没有烦恼啊，反复迷执虽有受用，付出了个代价太大太大，付出的代价是妄想烦恼之主，太付这个代价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